来继续来看平湖的国际花卉节，将做今年最后一场的演出，以烟火甲无人机的表演，替这个花卉节做一个上届圆满的结局。平湖县的旅游处的统计，整个花卉节的期间有51万人次到平湖佚佗，创造着25亿5000万的观光产值。有烟火做背景，空中的无人机队，一个对一个漫威人物的经典的图像。漫威当中有名的角色欧巴出现的时阵，游客大声喊，敢那亲像是李向打贵姓的男主角查德威克鲍斯曼致敬。最后这天的闭幕，我觉得很有一个特别的价值。那我现在让你进。漫威无人机的表演变成是今年平湖国际海上花卉节上精彩的所在，搭配漫威的主题曲和烟火。两个月花卉节期间，拢总有51万人去佚佗，25亿5000万的观光产值。明年我们再见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今天是花火节的闭幕，我想让我们现阶段关系做一个落幕，晋升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嫁给我吧。花卉节浪漫的氛围，让这查甫人求婚成功，相爱的人会当斗阵，也让花卉节这活动真圆满。